即将出发，竞赛场地正在进行，同一组800公里接力一组决赛的第一组。好胜，这个好大声啊！ 麻烦站在跑道上的选手，不是参赛，赶快离开。 报告，中午新增时决赛，恭喜第一名宜兰高山赵佩兰，第二名宜兰高山张敏淑，第三名国都高山黄涵月，请上优胜选手到司令台领奖。 中学刘佳伟，第六名南澳中学张俊安，第七名惠登中学罗佳明，第八名惠登中学陆祥浩。恭喜以上优胜选手，并请代表到司令台领奖。参考成绩2分07秒4。